巧，林妹妹，我表姐聂崇斌，巧，我儿子也麻烦要跟你儿子也演，是吧？一直到我去到湖南，那么他也很高兴，他就说我要做一个水果食让你尝一尝。巧得真的不得了。他几辈都是做水浒席很出名的，那么口福来了。本节目由浦发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，小浦会花，让你越花越会花。本节目由飞猪旅行全球放肆玩赞助播出。那么这个水浒席里面那个有多少道菜呢？十道。当时我觉得那个湖南菜不是辣就是鲜嘛，啊，但是水火席不是，水火席十个菜里面只有一辣，其他的菜都不辣。现在搞了个起子肉，现在是做什么东西？起子肉。起子肉。它叫起子肉，但是它的烧法跟红烧肉一样。我看了它炒糖，就想我们上海人烧红烧肉先把糖炒了，它也是其实做法根本就没什么差别，不要放调料的，就不用放调料，就是一股高汤，就高汤。刚刚我看到是那个糖对吧，我就觉得好奇怪，湖南人们怎么会吃这种甜甜的感觉，它就是红烧肉的感觉嘛。后来个湘军呐，那个从江杰那一边回来以后，就把江杰的饮食文化就带回来了，带回来了。哦，所以就不辣了，不辣了。这个水火席呢，它主要两个内容，一个那个茶油啊，一个是叫什么茶油？茶煮茶怎么煮的？那么主要呢，它的文化内涵呢？哦，它还有进来的，还有一个摆放的位置，摆放的位置怎么做？怎么做？看了吧，查不清楚了。这个我们到永福北以后，我们就在上海就没了。因为当时我奶奶说啊，你是第五代的，
但是对我来说好像好远啊，离舞台好像没啥关系的一个地方。但是这次来了以后啊，这么多那些面孔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城市跟我很有关系。那个曾国藩经过这个山呢、啊，行军打仗。那么这次来呢，我就很想了解一下，到底有什么就是可以做的食材。我们龙山嘛，这个山林比较大，山林比较广，这个食材也比较多。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可以找到野生的淮山呀，外面的都是几块钱一斤的，我们这里要几十块钱一斤，是吧？现在目前还找得到，但是你要是再晚一点就不行了，就没了。但是现在找还可以啊。小心啊！建哥，建哥，在这边，但是前面就找一找。好，应该在前面，应该在前面是，你小心啊！建哥，建哥。江坤，在前面，前面来，前面声音在前面。听到了，我们怎么去？那这地方，我来得了啦。我跟着你。来，慢慢的下去。好，你拿一个锁给我。哎，对了。好。这真的是蛮难的，全部是石头。对。挖一个滑沙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啊！慢一点啊！好的，小心！来！哎呦，哪个搞出来的？哎呦，挖哪里是山呀？这里啊，这么大一个啊！藤在这里啊！哦，藤，让我仔细进去看看。哎，我帮你用手机打灯了、啊。就那个树那个针尖、那个树根，这是树根是吧？树根的针尖。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这个。这个都是的。这块挖出来都是的。对。就它在树根的中间嘛。对，要把这个树根砍掉。那个等要把那个树根都要砍清楚才能够挖出来嘛。对，这个不是。啊、哦，这个不是，就是我刚刚要拔掉的那个是藤。刚刚拿的那个是藤。哦。他说首先就要找这个苗，你现在找更加难了，对吧？现在找，我们一般都是看到有那个爬的那个种子、那个树上面有种子，那个飞蛾跟那个飞蛾一样的，就是那个淮山种子、那如果这挖要挖多久才能够挖出那颗东西来？挖个起码要过把小时的，还要过把小时。我没有想到啊，那个野生的淮山生命力有这么强大。大山里无论在任何地方什么条件它都会生长，而且可以长在那个大树的树根里面，这是一种让人敬畏的生命力量。上次我挖一个还没挖到底，就有这么高了，拿出来就到一个人高，有了这么高，整根有这么高、对，但是它因这个黄色长得比较浅，又属于稍微硬一点的，所以说这一个环山属于中等难度。
啊，这个里面有一个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。哦，就是你刚刚野草没了，哦，就是那个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泡嘛，这个。哦，这个就是。这个可以吃的，酸酸甜甜。对，这个都是的。都是。对。你尝一下，尝一下，这个，你是远方来的客人，真的这个味道，在大城市里面真的是找不到的。这个可以回去拿回去做果酱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是全天然的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我们小时候啊，经常就是那一个。重的忧郁症，看不到希望。做成了会有一种成就感，给了我生活的希望和力量，这是非常美妙的一种感觉。这些食物呢，都是藏在那个深山里面的，非常难找。但是你想想，在曾国藩那个时代，他们行军打仗的时候，这些可能就是他们充饥的食物。而且我觉得，当一个人在山里几天几夜行走，面临困境的时候，这些食材同样也会给他们勇气和希望。张老师，哎，哎呦，开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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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。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龙山的竹筒饭，竹筒鸡。怎么开饭了？等会儿开饭，我们有专门的专门开的。好。哎，大师傅来了，大师傅来了，来。这个山药来了啊！山药来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呦，还有个砍刀带上。来来来来来。这个是山药炖肉，
炖排骨。炖排骨。嗯。这个呢，也是一道山药。那你等会试试看到底是味道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来品尝。对对对对对。以前呢，就是湘军嘛，在我们龙山下面训练。训练他竹起放了都不方便不？不方便就拿一个竹筒，搞一点米，换一点水，烤熟就可以吃。但是现在发展，慢慢地发展了成你的美食了。小普惠花，让你越花越会花。本节目由浦发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。这里的鱼是什么鱼来的？都是这个水呀、啊，这野生的啊，没有放养的啊。它水质清，鱼的质量体质好，没有污染，没有污染的，对，没有污染。对，这个水呀、啊，这井里面去那个矿泉水没有这个干净，放牛的时候啊，在这里吸在这里喝水，它没问题。那为什么不用那个其他的那个捕鱼或者竹筏啊这种？那个是为了古老的做法，古老我们这一辈，我们那父辈的时候啊，都是用去为了竹筏，用这竹筏搞。哎呦，他们那有鱼了，那边已经有鱼了，我已经看到有条鱼了。哎，好大、哎！好大一条鱼了。对。他们捕到些什么鱼吧？不能看鱼看的，你这师傅还看鱼啊？过来啊！哎，这个游过来就是轻巧，很轻巧了，人都骑上去。人其实做鱼都可以，其实一个人在一拉就拉起来。哎呦，这条大，这条好大、这条鱼。这是鲫鱼的。这个是鲫鱼来了。哎，完全是野生的了，这个。野生的，都是野生的。这美洲鱼这河里没有人放的。这就是这种我们迷江鱼那个小鱼啊，这个就是你们这里本地的迷江鱼，特别好吃。
好的，那看一下呢，我们那个叫八十块的，叫八一样的呢。让我看一下，让我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吧。喂，这个，看这个是巨人脚板，这个是小孩子脚板。当时也很好玩，那个突然间那个老乡啊，从那个河对面啊过来，拿了一说那种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有泥巴一样这么大一个东西拿过来。后来据了解，它是一个叫像鼠类。我的那个想象力，
带给曾家的客人们。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来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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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曾先生还在讲，他说今天晚上我们这个饭呀，很符合曾家的这个两头黑，早上吃得早，晚上一般做事做得多也吃得晚。哎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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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70多年以后第一餐在这里吃。70多。啊，你以前70几年前在这里，70多年前，也就是抗战的时候，我们的曾家的各位长辈就带着自己的小孩，就避难回到了乡下，就回到了富豪堂。70多年后啊，他有幸在老家吃到我们周先生给我们做的这个家宴呢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呢，我觉得是这样，有食物，有仪式感，有音乐，有场地。才能称为之宴。从古到今，家宴就是最高规格的待遇。如果你要请尊贵的客人，最高的宴会场地不在外面，而是在家里。我觉得家宴是中国人对感情的一种表达方法。请你们来试试看，就是我做的那个。我小时候对家宴有非常深刻的影响，因为我奶奶的原因，她非常喜欢在家里办家宴，请亲朋好友到我们家聚在一起。所以无论我走多远，无论我们的血缘远近，无论时间多久，家宴都是最珍贵的。